家好，我是林董。今天是2月14号，情人节。为什么今天我要在情人节拍一个 vlog 呢？我 feel 到了，观众好像想看我们情侣出门啊、拍拖的东西之类的咯。今天我们拍拖呢，就给你们放闪一下啦。知道我拍的 vlog 肯定是那种奇怪怪的啦，是不是？我今天呢要做到很失望。我今天就带他去吃个东西，然后哦，让他感觉到整个过程这样，哎，好像没有礼物收这样，但我没有发抖的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只是我不要提早给你。我老哎、欸，我原本是想要订那个 Sky 26一个地方，还是很美啊，还是可以看到那种整个新山的夜景，然后坐露天的，我是有点失望啊。不过下雨天也好彩啦哦，我准备冲上车。哇，激动啊！头发中，哇，头发中水了，中水了，中水了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啊，哇，哪位？哇，很大雨啊，真的。喂。反正也是帮我讲摸了，来，我给你们看个东西。刚刚我家边不是下很大雨咯？看我来这边，在 Jasmine 的这个地方，一点雨都没有。我老哎，这样子那个地方呢，我没有 book 到呢，我还是有点可惜啦。哎，难讲，搞不好波迪也是会下雨。不用紧，我已经 book 好一个很漂亮的地方。Hello。啊，哇，今天穿得那么漂亮哦，哇，露背哦。订六间餐厅一次过啥、啊、一次过订六间，我们神啊，你们可以分身啊。我跟你讲，我是讲我们，我要去帮他订了六间餐厅、嗯、然后已经满位了、啊、所以我今天想要拍这个 vlog 就是想带你去吃个去吃妈妈档啊。嗯OK 了，没有关系的，情人节吃妈妈档没有错的吗？我很经济的，看了脸没有紧，没有关系的。没有紧，没有关系的，不甘愿了明明啊。耶、yeah, 现在我们到了这一间7，不懂江湖啊 ，OK。你这么装啊，我操！挂了啊、哦！不好意思啊，我车有点红啊。还没有睡醒。现在不了，太多了鸟嘛，等位置先。他放我的名字，我真名叫红星，他给我放 Red Hot， 当扑克牌一样。哎，点点点，来看看看，当季家。我已经想吃牛扒很久了，不吃都不可以。米饭粒，带你去马六甲吃比较干。哎，小吃嘛，哎，小吃。鸡饭粒哦。那这个，哇，我们叫个鸡肉来试看哦。你好，今天老板马西叫我叫，哎，整份免就上完了。这个冷箭嘛，不好讲魔话，现在不跟我讲话。所谓的情人节，情人节就这样子哦，就是这样子喽，就是这样子喽。情人节就是吃吃喝喝喽。这种人啊，没有点意见了，什么都要学。现在就是要帮忙拍照了，我们这种。来，拍 pose， 拍 pose。吃一半不会拿大炮来炸我们，各位讲话最吵的就是我们两个。你比较吵嘞，我很精。我在讲哎，谁不听话可以来中他哎，你就给他锤下去。哇，我想学 TikTok 哎，拿躺在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一脚他肯定堵烂。哎呀哎呀，可以算，可以讲吗？你试看呢、啊。就算了，老懒。女生就这样啊，来好啊，啊，要拍好啊，啊。吹打不要给人家喝先，林老师。觉得你顶住我。啊，叫我顶住哦。我走、哦。哎，应该有小螃蟹的了喂。来吃吃吃吃吃，来，用金汤匙。不要用啥。你不用拿汤匙转了没？咸蛋又忍不住了，吃啦，忍不住没有不给你吃。
它的蒜香很香，它是蒜香咸蛋蒜香，蒜香咸蛋还是咸蛋蒜香？蒜香咸蛋咸蛋，哎，都一样不是？根本就一样。哇，现在这个店哇是印尼的，也是很大力哦喂。那我牛扒，喂塞，哇够厚的这个。它半只手这样漂亮，看到吗？哇，烤到很香。哇，我剩下一口吗？五个。来吧，我们要吃点健康一点的啦，加加哈，加加盐一下，然后他们不来，慢慢吃，慢慢跟你讲，你看看，用筛的整汤匙，哪里啊？那很特别，要挤一定要挤吗？挤啊，不然给什么？没有，挤下面点。不要吃酸酸的东西。有。我吃那个，特别的，我讲是哦。情人节呢，都是女生大玩的。不是啊。真的好吃，可是它还不是，会有点酸。看不起我咩？你都不会吃酸的。别讲大声，也要给他们找机会做我老板。很香哎，是不是？吃了还想再吃。OK， 现在我们吃饱了，上车。不要摆灯笼啊你！走，回家中午，回家中午。这点不是我们。哎，回家枕头盖好一点。好，你去传播一下嘛。OK， 走。手势拿出来。我手势借给人家呀。我刚刚拿去买菜呀。然后接下来我带他去一个地方，这地方是一个你们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很普通很巴亮，可是对我来讲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一个地方啊。我们这种偶尔要搞点浪漫的嘛，是有点怪懒了，有点不正经了，还是有点浪漫的，是不是？这种爱情的东西还是你说拿你头发说什么浪漫的，拿头发不回家拿头发的。现在已经来到这个地方，给你们看这边，看啊，橱窗后面的八景厂，这为什么会意义重大呢？啊，等那个小姐下来先呐、啊，现在在里面在弄着她的照片呐、啊，要破什么就等一下啦。像我这种啊，这样有心的奶子啊，真的，哎塞，别看我这样子了，喂。其实这一边呢，三年前的今天的这个时间，我就在那边搞告白，而且哦。东西你要的还是有的。那发发，你这么卡乐啊？啊，呀，那还有这个，哇，有多啊？成双成对吗？啊，想当年，我讲话你们听不听？讲当年的时候呢，就在这边架开的后车厢了啊，在讲我东西要拿一开。就跑外加搞怪了，所以这边看到吗？在这个地方一样的时间，一样的地点，就是意义重大啊！都被我拦到了，是不是？哎塞，我自己都被我自己感动到，我拦你。就是这样子，三年前的今天给他骗掉。只是三年前今天唯一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嘞，先不要，没有，你先不要瘦。哇，那眼睛湿湿哦，被感动到。没有很累啊。你看眼睛湿湿哦，你看嘛。我是打哈欠。OK 啦，今天没到这边啦，这样满意吗？满意。满意，你肯定满意的。我呀，我都真有浪漫。OK 啦，有呢，不要忘记订阅、再分享，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。嗯，我讲完了，接下去我们 second 了，second 了就不用拍了，来，懒惰剪啦，拜拜。